中医药电台，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啊，咱在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啦，啊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咱这个电话原属董树林，阿未来定请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继续看阿宏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啊。这个男吼，你空一溜演灯赛，吼、哦，好戏啦。那么王金平买领表，干嘛呢？来，咱来甲看内容吼。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，国民党又去角逐总统大位者，只干那剩下最后三天领表这个时间。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态度已经算真低调。根据了解，除了因厝的人强烈反对伊之外，马家军啊，哦，因这拢有派就对啦，哦，马杨啊军啊，王的毛军啊，哦，一个人拢有一支军就对。那么展开最后关键的这个。卡王啊，大反扑，吼、哦！那么，和王金平又有丢毒不决啊，哦！那么，担心国民党2016年会大分裂，
王金平领表的这个几率相当的这个微妙的，算讲渺小就对了。那么根据国民党公告，第十四任总统候选人提名登记有关事项，4月20日开始领表，以及到连署，到甲5月16日止。那么5月17、18日办理登记。那么距离5月16日领表截止的这个时间，对今日开始算，还阁剩3天。那么王金平是不是讲参加初选？那么已经到限定怪阶段了，对了。那么昨昏被视为是王金平的这个家庭日，伊规工啊无排行程，嘛无接电话，就是为着要好好啊甲厝的人啊来沟通。希望讲会当先化解厝的人的这个基建啊，哦，旗舰。那么，伫外部军团，包括天王派的这个立委、南部副选大将，昨昏的时阵呢，拢已经到台北啊来待命，静候出兵的这个军令。但是一直等无人，吼、哦，到暗时啊的时阵呢，拢等无消息，有缘的时阵呢，得袂到任何的这个暗示指示啦。那么副选台兵静候将军令安尼啦，王金平今日行程满档，除了无取消票顶的这个行程，也那无恐惊抽袂出时间啊。那么亲王这个党中央啊来领表，或者是讲开这个参选记者会，整体的这个形势已经转为低调，无领表，这也毋知咧啦，还阁3天咧啦，对毋对啦？但是吼、哦，无一定啊，凡事化者死人啊，领表就开始人迄度，迄、那个什么兄啊，迄、那个。迄连署的人早都拢传好好啊，对不对啦？迄是无发布安尼啊。那么厝内的人真反弹，那么包括王的因某陈彩莲，伊就囥的孙安尼啊，王的啦啊，莫搁再吼、哦、吃力不讨好的这个代志啊啦，哦，卖啦。哦，啊，你也有下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讲就讲迄落啊，互你总统做一任，啊，唔好啦，也是踮咧厝的吼，好好啊吼，甲老母的吼，啊，则较好啦，安尼啦。应该伫个立法院院长吼，到期的时阵了后，吼、哦，急流勇退安尼啦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因三名子女嘛，歹看到因老爸啊，王金平，吼、哦，争夺这个大位安尼啦。相关人士透露，关键就是伫个前几年啊，9月竞争的时阵，那么何明明是一场的这个喜事，最后却以费省竞争。伊个即个气氛围吼，那么气氛啊来收尾啦。那么厝内个人对政治会使讲真可怕吼、哦，一气犹新犹存呐吼。所以曾经要来伊即个吼。哦啊，放这个
王金平讲啊，卖啦卖啦，卖的孙阿娘吃力不讨好啦，哦，啊个有虾啦，哦，想不到这一边因某坚持，哦，答应落来，无爱王金平啊来参选安尼啦。那么随着姜红啊姜红的啦，哦，而这个药气。哦，势力的这个妖气，那么东来卡王、帕王的这个力量，哦，嘛在这个本礼拜，哦，这个滚雪球啊来扩大呢啦。那么除了来自于动静，而这个系统，而一波波，而这个范围。那么这两天，天王派的这个立委办公室竟然拢接到，伊家己咧讲啊，南部伊是忠实的这个党员安尼啦，哦，冠村的这个主题等等遮，那么拍电话陪王的在南部根本的时阵都无票的，啊，也要争取，哦，啊，这个算讲人数，啊。这少年呢嘛无认同啊，哦，那么叫王爷孙啊主动吼，哎孙啊你啊，系啦，卖算啦吼、哦。那么哪位挑明一直在讲啊？啊，这种的算法吼。就是雷倒安尼啦。王金平本来办公室嘛接到抗体的这个电话啦，唔是讲自己伊拿皮吼，这个肋骨，就是认为讲伊吼出选袂赢啦，吼、哦、一定落选的啦。劝王爷讲吼，卖去领表啦。那么转移支持。这个朱立伦啊，奇怪，啊，朱立伦都再三直直讲，伊都无爱出来选，啊，大家会算安尼，吼、哦，我感觉真奇怪吼、哦，所以这种的吼，要哪讲？那么王爷，因某都打足硬啦，伊讲吼，啊，卖阁插政治啦，哦，那么朱立伦都曾经鼓励王爷出来参选哩，却会算啊放任党务。高层啊来放话，对这个如何整合党内的这个势力，嘛始终吼沉默无表态啦。那么无相对，而这个默契吼、哦，没有相对的默契吼、哦。那么王金平已经决定静观后续的这个发展，但是基层。焦虑，啊，甲不不愿意。本礼拜，而这个拜六就要爆发。那么，昨中常会顶头，天王派中常委林英德，这个江淑萍等大声的时阵，安尼发难当着这个朱立伦伊个这个面呐，吼、哦，就骂啦。马英九哦，总统已经唔是党主席，充其量只是一位党员呐。凭什么介入国民党总统的这个初选？对人选诛杀都是啊，破坏到这个团结。希望讲诸位吼。你会当较有魄力的，那么赶紧整合出合适的这个人选安尼啦。那么王金平若是无领表，是毋是接受第二阶段的这个征召，或者是讲受内鬼解脱，予王的继续？
留伫个立法院。天王派无愿意多讲，一切拢单买主个有具体个即个做法，才阁决定安尼啦。哦，这是有关王个无领表个即个传说，吼、哦。因厝内人反对啦，吼、哦，甲即、這个啊马无赞成啦，等等者，吼、哦，会使讲即个新闻咯、哦，即马拢安尼生，吼、哦，但毋知到底是安怎，咱吼、哦、大家甲期待啦，吼、哦，好，到这就甲结束，期待一位同即个网络同即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听小阿翁唱的这个歌，来月圆抒情，共同欣赏。再见，拜拜。了解，双人分开，确实无奈。